社工局长者服务处处长林佩尚在出席明爱安老服务部主办的团拜活动致辞的时候强调，要加强长者在精神层面的服务工作。林佩尚说会加派和加强辅导人员，希望能够更多地为长者的情绪作出支援，以确保长者在身体和心灵上都能够得到照顾，亦都期望民间机构能够发掘更多在社区中的独居长者个案，令到社工局能够及早将一些在社区中的长者纳入服务网络中，以加强联系给予及时的支援。